他已经决定要死了。就剩三年的时间。还酒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是有这么一个人，然后闯进你的生活。小兵无状。翩翩公子，温润如玉的温客行，是话痨。周子舒去哪儿，他就去哪儿。呀，周兄，没想到我们又有缘相聚了。然后一直跟你待在一块儿啊，陪你喝酒，陪你聊天啊，然后陪你去出生入死，慢慢的就建立了一种很牢固的友情。最难的应该是在他的内心期吧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。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又重新给了他希望，他很开心，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找回了自己的知己。先干为敬。其实对于温客行来说，从小到大除了父母之外温暖他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周子舒。周子舒就是温客行生命中唯一的光芒。辛苦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他这个人刚开始太冷，接触下来是腰细腿长，吃你的瓜子儿吧，就你有嘴巴吧。龚俊本身性格他就闷闷的，然后也不爱说话。原来他是装的，拍到越到后面，我会发现真的收不住了。花絮老师表演一个，一三走进，一步两转，越来越有温客行的那种胡扯瞎吹的那种感觉了。现场有那个打地钻，然后摄影师说怎么拍啊，没法拍。龚俊摇摇扇子，哎，我那个四季山庄二期正在装修呢，等建好了送你。张老板加工资啊，记得。立 TV 立视线上影视。